乔兰，乔兰，我喝口水啊，我的杯子去哪儿了？谢谢露露送的烤鱼20连击，谢谢你。怎么办？好想唱一首歌给你听啊，不过大家都说唱歌太难听了，然后所以大家然后他都说自己人就不要唱歌了。谢谢露露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谢谢雨滴新鲜的烤鱼，我刚换了好几套，大家说就今天这个好看吗？不会审美疲劳了，我每天都会穿不一样的。等一下，我把它调旁边去，这里都不好看。外面已经天黑了，有看见吗？14。我的那个群加不进去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会加不进去。谢谢露露，谢谢坏蛋小姐的饭团。今天会不会光线太暗了？我去挪一下，还是在这里吧，那个光线太暗了，就是看不见了，不好意思，带着你们到处跑。好嗨啊我。谢谢梦幻星空的饭团，是七个，谢谢坏蛋小姐的59个饭团。
宝宝们还有半个小时。那叫臀臀臀，那不是屁屁，那是臀。谢谢深夜的竹子，我刚看到你竹子，我都会念你的名字。PPT 喜欢我 ，PPT 什么时候说喜欢我了？去不了房管啊 ！PPT 喜欢我 ，PPT 什么时候说喜欢我了？是不是这个问题？露露，我等一下弄好这个问题了，给你上房管，好吧？你用那个微信吧，微信怎么没有微信？对，不要想猜微信，用 QQ， 然后给我私聊一下，就是发一张你的那个截图，用一下你的身份，然后我再给你把房管上了，好吧？谢谢你的支持，微信。微信要直接刷一个强强才有微信的，强强好恶心的，不是我的风格。对，要刷个黄大强才有微信的。PPD 就是一个玩英雄联盟，就是烧猪啊，就是烧猪，就是烧猪了，好热，结婚了。我们家还好，我们家是小康生活的。我妈妈是舞蹈老师，我爸爸是小提琴教师，然后我还有个亲弟弟，比我小五岁，现在在读高中。又扎头发，其实真的很热哎，但是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橡皮筋啊，我现在等一下出去买一点橡皮筋回来。好，我20岁，我没有老公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没有老公。
我脸不大，这个我只是肉很多而已。